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视频向朋友们介绍一个 Chrome 应用商店中可以称得上最好的一个扩展程序。我估计所有看了视频的朋友们都会安装这一款插件。下面咱们打开一个网站，这个网站是华盛顿邮报中文网。这个网站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，包括全球经济、金融市场、生活时尚、视频等等，内容相当丰富。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网站呢？如果对网站不满意，或者说我们所需要得到的信息在这里面没有找到怎么办呢？今天我们讲解的这款插件就派上了用场。下面我们打开这个插件看一下。这个地址很长，我会把一个短链接放在视频说明区。这个插件的作用就是发现类似的网站、相关的网站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网站里面的内容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求，我们可以寻找一个和它相类似的网站，看一下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。好，我现在呢已经是安装上了这一款插件。朋友们打开这个网页以后，如果是没有安装的话，这边会提醒添加至 Chrome，然后按照提示一步一步的操作就可以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在屏幕的右上角，这个插件已经在运行。我们打开刚才的华盛顿邮报，然后点击一下这个插件。最上面是关于这个网站的简介，下面的内容是每月的观看量，这边是400万。这个选项是分类等级，它在所有的网站中分类等级是1506。国家排名是846，华盛顿邮报的中文网是国家是中国。蓝色框内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个网站的一些基本的信息，下面这些内容就是与它相似相关的一些网站。如果前面这个网站内容不能满足需求的话，可以打开后面这些网站来寻找自己的信息。如果这些还不能满足需求的话，这边还有一个显示更多的相关网站，可见这个插件的功能是特别强大的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现在我们打开一个视频网站。好，这里面有一些美剧、电影、纪录片、真人秀，里面内容也比较丰富。我们点击一下右上角的这个插件，上面的内容就是这个网站的一些信息，每个月的观看量、排名、国家、等级，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。主要是看一下前面这个数据，每个月的观看次数。从这个数据能够看出这个网站在全球来说它的热度。同样，下面有很多类似的视频类的网站都陈列出来了，朋友们完全可以在这些网站中找到自己喜欢的。这个网站呢是一个娱乐类的网站，在工作和学习中我们仍然可以使用这个插件的强大功能。比如说我们想找一个 VPN， 我们先打开全球排名第一的这个 VPN， 然后点击这个插件，在后面就有很多类似的网站供我们选择使用。下面我们再打开一个网站，这个网站是向我们提供无版权的视频和图片的，我们平时可能会使用这样的资源。我们同样打开这个插件看一下，类似的网站给我们提供了很多。这个插件虽然安装使用很简单，但是我相信一定能给朋友们带来很大的帮助。它让我们在网络上视野更加开阔了。我相信看到本期视频的朋友们一定会安装这款插件了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